怎么样？你还是觉得他很好玩？可以啊，开心啊！我看看哈，杀三是19-15，我靠，1-3的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真惨，够用了，只是刚复兴而已。可以啊，你这么多年没玩，长这样不错了。真惨，他打阿伯不是更刺激、更激烈？想要吗？我都行。我最爱的就是阿拉伯。我也是最爱阿拉伯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太好了。阿拉伯是不是阿伯外加最强的应该就是不列颠人啦？好哦，可以吧？不列颠可以接受吧？可以啊。那不是你，我那家不是你吧？该不又是你吧？我那家。是我。哦。可以，感觉像期末考被当一样，听到你被当。没有夸张啦，我那家还可以的，我跟你说。你家可以是不是？还可以。不是安慰之词吧？不是，就输了没爆气，嘴观众就少了一位。就像主场，怎么可以在别人家爆气？是不是？而且爆气你要强才能爆气，你弱爆气你就是个废物。你要分数第一名才能爆气。好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是无差别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 CD 国的内规。你要分数第一才能爆气，你最后一名就是等着被骂。没有啊，要看你怎么输的，看怎么输。那你以前骂过天空熊吗？没有，天空熊没办法骂，分数太高没办法骂。你骂过小鱼哦？小鱼说你骂过他。真假？我从不骂女生。我知道那时候我很人妖啊，没有，太多人妖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太多人妖，像喜欢也男扮女装过。对啊、哦，真假的？所以你对他的怨恨是出自于从这里开始？从不骂女生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喜欢男扮女装，然后前面就跟他那个啊，不错不错，发现他是有的。瞬间变脸，从此对人性产生不信任。什么小鱼啊，还有什么小婷啊，遗体那个，全部都认为是男的。从小，人妖那种破坏我们 CD 国的和谐，当然是不可取，欺骗我们男性实况组的感情。然后我还特地问了那个阿雄，我就说，欸，我会不会被你骂？因为我很雷。然后他还跟你千保证万保证说你不会骂，是不是？真的。我连 Lucky 都没骂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 Lucky 已经经过身份认证了，传身份证过来看过，你知道吗？传、啊、身份证自拍照认证，太浮夸了。身份证自拍哦，确实是女的。看过身份证了吗？嗯，看过身份证。因为经过协同男扮女装事件之后，每个女生都要经过身份认证视讯。啊，原来开玩笑的啦。看起来好像是变态色北北，是不是？有一点。我们玩 C 国女生，对不对？颜值普遍不高，天空龙对不对？找天空来配不下。天空不敢说话。普遍不高吗？我想一下，让我认真想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没有记忆点嘛？是不是？后期有逐渐颜值变高吧？后期有拿 Kiki 脸蛋、身材、学历三位一体，拿 Kiki 不否认吧？现在公众人物都不能乱说话。以前当时矿主没人在的时候，是想说什么随便说什么，叫配就乱配，你知道？回去看局长吓到，这哪个白痴啊？真的没找到猪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完蛋了。还是我帮你赶路啊？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多贴心啊，体贴好内家就是我。没，你赶路也救不了我，我直接顶上去了。你有看到对家位置吗？没，他多少来了？不过应该你干扰到我。我蓝色真正笨笨的，可能家里被揍了啊，兵都在发呆了。哦，已经有兵了。你去打他家就好了。我不敢出门。嗯、太熟啦，我要建4级上城堡才敢出门。不用了，跟小雨配不用盖4级啊。真假的？真的啦，我看现在跟他配都不盖4级了。我来了，我看到蓝色尸体了。我兵在这，但是只有4只没有加防的。没关系，那你不要出来。你溜你不要呀，不要打。小心啊！我觉得对手很弱，什么还比他更弱，代表我更弱。哼！哇，蓝色怎么这么惨啊？我没有被揍他呢。我有揍他。啊，辛苦你了。他可能自爆吧。我马上出动我们工兵大队。哎呦，现在努比亚妈贵到个极致哎、欸！
对他涨价了。我要去打他，我受不了。好，我五只公鸡蓄势待发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射他吧。他的牧区在后面。我这个是带攻击的哦，很凶很多，跟你说。好好好，那你可以刚好哎，小心的 T C T C T。不用怕，我这射很远，不用怕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他城堡吧？啊？他什么人啊？他妈竟敢跑出来？他是不是要恶心你啊？哎，他在这里盖堡垒哎。阻止得了吗？还是不要理他？嗯，那个很会恶心，他会一路插进来，能阻止是最好的。两家嘛，打不赢我们的啦。我们要打哪里啊？要打中间怎么样？要不要打中间？你说你要他进来，你会不？你不难受吗？还是你在加防守？我去，我说我们去打中间，要不要？我们去打中间。对啊，你看我兵这么多。好啊，可是你这样不会死吗？不管啦、啊，我们就是无脑。这样子哦，好好好，那直通他家吧。我说怎么这么低啊？开始乱玩了，开始乱玩模式。哎、欸，他是蛮缓的，你真不怕？哇靠！我家有 T 七啊。好好好好，嗯。欸，他在我家插什么？他在我家插那个算了，我不理他。什么？舒适了，舒适，舒适了。是不是？这肯定就是那个。BBQ 真的 BBQ 了。BBQ 了。绿色没，绿色没了，绿色没，真的。我现在已经乱玩模式了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我现在已经不吃酸敏了，我现在要开始乱玩的，已经超出我 CPU 负债了，现在。要跟你们会合。来来，大会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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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式，连 T 都可以爆啦！小心路那个藤甲来了。我射比他远，没差。哎、欸，你家被屠了，好可怕！我家吗？我没有吧？嗯、我家已经空城计啦，他屠不掉。我现在都没有在种田呢、欸。在龟。我只挖黄金跟木头而已。小心哦、喔，看、欸、这个，黄金会被吃掉、欸。好、欸、痛！啊！全面啦！我的这个在这兒。全面啦！哎、欸，我这波准备要上帝王了，这样要面了。没关系，蝴蝶电身很快。小心要撞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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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撞撞！哟，哇靠！他直接爆你家哦！不会，我嘉宾很多的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帝王了？你不能惨！我没有哪里惨了，我一点都不惨啊！我只是没种田而已啊！我只是不爱种田的孩子而已。我一点都不惨，我这场很快乐的。我兵至少100只，有吗？我目测有吧？你队友把你形容得很惨啊！乱说，我只打空城计而已。翻盖四级，妈，我还没爽到就狙了，都没爽到哎、欸！呀！我家没人种田嘞、欸，那你怎么上去了？就刚刚中了就上去了、啊，因为我只要出，我只要木材跟黄金啊。那你是那种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倒的，我真的没有一个，你自己看，真的没有来种田，真的没有种。1234516789，但是我兵很多、哦，九片田。